好，过来来看哦，教师节真侪人拢会对家己的老师表达感谢，何必搁少？就用鼓励活动，用写的方式向老师表达感谢。嘛有活动哦，真大方去你台顶提起麦克，向老师大声讲爱。家长会长林彦义过来准备着日头花，向老师致敬。随着科技进步，即马已经愈来愈少有机会会当亲手写卡片。何必国小特别伫教师节即天，过来合组动手写字，加想要对老师讲的话写落来，予老师知影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除了有小朋友的画作之外，还有爱的大声公，大声的向老师表达出他们的感谢。那还有家长会致赠的礼物，跟会长特别致赠的鲜花。那另外呢，小朋友还有合唱团的表演，他们用唱跳的方式表达出对老师的感谢之意。最后呢，每一个小朋友都写了卡片，要送给他心目中影响他最多、他最想感谢的老师。今天庆祝教师节，准备了精美的礼盒，还有另外会长自己加码赠送我们和美国小的老师，每一班每一个老师及所有的行政团队人员，每一个老师每一个人员一束太阳花，象征的他的教学阳光灿烂，一直照亮着和美国小。家长会也来准备精美礼品，向老师表达敬意。家长会长林彦义搁加码赠送温暖有活力的向日葵，代表回忆，但是讲不出嘴的爱。四号昨天是我喜欢老师哦。我是一年三班洪子轩，我很爱老师，祝老师教师节快乐。我很爱。除了写卡片表达，何必国小学生也排队，想要用麦克风大声对老师表达心意，感谢因的照顾。合唱团也准备精彩表演，做会向辛苦的老师致敬。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。